没有人在家人生病的时候还会坐视不管的。人跟人在一起哦，他真的就是有一种缘分。你可以决定要跟我们当一家人，决定的权利永远都在你手上。从小到大，从来都没有人帮我翻过领子。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求回报、真心对人好这件事。我希望你能从潮南市场搬走，很快就可以脱离那些贫穷低贱的地方。我爱